链接的男明星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让我们三二一上嘉宾，我们龚俊来喽！哎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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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师哥你好，坐。Hello，Hello，我们今天同样选择了白色。哦，是，你也穿的是白色衬衣，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吧，趁这个机会就行。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佳琪哥的直播间，我是龚俊，大家好。就这么官方的吗？应该说非常开心。是，今天很累，对不对？今天活动比较多，是有一点。是，所以今天你就放松直播就好，把这里当做玩，不要当做工作。好的，好的，好吗？我们就是相互聊聊天就行，好吗？让你的美人们就是可以看到你就是轻松一点的状态。是。好，那你稍微坐过来一点点，大家今天看你比较多，我侧面就行。哎，对对对，佳琪哥，我想问一下你啊，是你每次 Q 流程之前，你都要说所有女生们，那万一直播间有男生怎么办？有，现在越来越多了。你知道我以前看后台哦，只有9%是男生，啊、现在已经多到了20%哦、啊。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看到弹幕里面会说，我是男生，我不可以买吗？我说可以，我说所有女生、所有男生你们都可以买。而且今天你来的时候很特别，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父亲节专场，我们先给各位爸爸们祝下父亲节快乐，好不好？就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了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是。在直播间有父亲吗？也有，应该有、啊，可能跟他女儿一起看直播的。对对对，那就祝各位爸爸们，父亲节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。是，祝我们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！谢谢龚俊，谢谢。好了，那今天就拜托你一件事情，就是所有链接321你来说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来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今天你来直播就我们先来个挑战吧，好不好？给就是喜欢我们的就美人们去发一些福利，好不好？什么挑战？就是绕口令。因为我们两个的普通话都没有特别特别特别的标准，而且我是湖南人，然后你知道这个绕口令完全就是针对我，那 我觉得对你可能比较的友好一点。那我觉得湖南和四川应该差不多，差不太多。对，一个湖南人，一个四川人，看谁能够在最快的时间，我刚破音了，就看谁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这个绕口令。OK， 输的人有惩罚，什么惩罚？我输了我就发红包，10000块的红包。如果你输了，我输了，你干嘛？请我发红包，哈哈，开玩笑。你输了，我也可以发红包。OK， 但是如果你输了，就做佩奇表情三连包。佩奇表情三连包，是你刚刚看到了佩奇没有？佩奇不是狗狗吗？是，那个、他的表情很多很多很多，就是模仿一下就佩奇的表情那种三连，可爱三连包，没问题。三连包三个表情包值10000块，值了。那你要不要多做几个，我多发几个10000块也可以的啊。好，那我们把我们的绕口令来在这边，真的很难哦，难不难？我跟你说，我第一句话我就读不出来。用普通话还是四川话？当然用普通话呀、啊。你可以用四川话说，你用湖南话。我不会，我不会家乡话啊，我只会说普通话，而且普通话还说的不好。那我也用普通话吧。你用普通话 ，OK， 来准备啊，我们计时啊。如果四川话非常简单了，真的。真的吗？嗯，那你先用普通话说一遍，好不好？四川话都是平舌。来，普通话吧。我们先用普通话说一遍啊，来准备，三二一，计时开始。发废话，会花费话费，回发废话，话费发。发废话，花费话费会后悔，回发废话会费话费，花费话费，回发废话会耗费话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哇塞，你很厉害呀！你知道我第一句我可能要读很久，因为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是就发和。就是 F 开头的我都很难，因为我经常说就买这个护肤品，就是护肤品，然后我说的快就会护肤品或者护肤品，就是那种说啊，我来了，刚刚用了多少时间？22秒，我可能22秒第一句，来吧，三二一，开始，发会不是发会发废话会花话费 ，OK， 回发废话话话话。话费发发会发费发费话花费话费会后悔，我真的不行，这个太难了，我感觉我小学的语文都没有过的感觉。好啦，我受惩罚了，真的，我们来准备万元红包吧，好吧，给上万元红包，给上，我们准备起来万元红包啊，你们来准备万元红包的口令，等一下我们就会
给大家送上我们的万元红包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支持。真的绕口令太难了，我觉得绕口令就是我的就是死穴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作为 Fresh 的就是品牌大使来到佳怡直播间，就是你对 Fresh 应该一点都不陌生吧？哎，不陌生。所以你如果要你从 Fresh 里面挑出一个你最喜欢的单品，你会选谁？我当然选，哎，我最近非常喜欢用的是古源系列。古源系列你很会选，古源系列超好用超好用，但古源系列之前我们稍微对美眉们稍微就是仁慈一点好不好？为什么古源系列太贵了？我是客户爸爸送我的。对，就所以我们就用的比较的开心，但他们用起来就很肉痛，你知道吗？是是是是，我们今天先准备一套所有女生们就是 Fresh 家我觉得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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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用的套装。第一个就是红茶 CP 礼盒，因为 Fresh 他们家就做什么，他们家就做就植物的成分，对，让你很安心的去用到我们的护肤品来保养你的肌肤，纯天然。 就这一套如果让你种草的话你会怎么种草？哎，我自己就用的是这一款，是我非常喜欢用这一款。为什么？这个是红茶，哎，红茶的、这个、红茶紧致、它是哎白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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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泥还是黑泥啊？这个是，它是白泥，对、black， 对，这是黑泥的，它是红茶的白泥款啊、它是紧致的涂抹式面膜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对对对，因为对，没错，代言人说的完全没有错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有点难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我也是研究了很久，它分白泥和黑泥，是我用的就是这款，这个黑色的，因为这个是紧致的，这个是修复 的，所以它有两款，就红茶系列，就一个是修复，一个是紧致肌肤的，而且这一款你用下来之后，你觉得感觉怎么样？哎，这款它可以，我用完，我每次用完之后，它可以紧致我们的这个肌肤，是它还可以提拉线条，因为我每天睡前我会用它。你睡前会用它？对，它相当于是那个叫睡眠面膜。睡眠面膜。对，用完之后，第二天起来就感觉就皮肤很水的，变紧致。因为你最近也是非常忙，又拍剧啊，又就是有活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何保持就这么好的一个状态？因为你这，我现在真的很近距离在。看龚俊哦，整个皮肤好到不行。哎呀，谢谢佳琪，真的好到不行。因为我用了这一款面膜。你真的是最强打工人，很会很会。那就是，如果要你从这两款选的话，你会选择黑色？我会选黑色。但是我要跟你种草这一款。哦，我没用过这款，我用的是这款。这一款黑色红茶紧致。那个大的那个。啊、哦，大罐那一款。嗯。所有女生们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一款我一定要跟你种草。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红茶凝实修护面膜、为什么喜欢它？我觉得你一定要用用看，试试看。而且我告诉你用法，一定要厚厚涂，因为当你们在比如说第二天要走红毯或者要拍杂志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涂它。这个被称之为很多明星的红毯面膜，因为它在夏天的时候更舒服，就是你敷上去的时候会有冰冰凉凉的感觉，而且你要把它涂到皮肤上一层之后，你要再盖一个贴片式面膜，然后你再洗完之后，你的皮肤就降温五度的感觉。我知道了，是像我在厦门拍戏就非常适合用这一款，特别适合用这一款，可以舒缓肌肤。是因为比如说你在拍戏，如果要拍室外的一些景的话，可能阳光紫外线会很多，对，然后就会晒得皮肤很红，是的，有点烫烫的感觉。对，有同学如果去三亚什么的地方也非常适合这一款，有同学去三亚也可以适合这一款，因为做一个就是脸部的晒后修复，让你的肌肤舒缓起来就非常的厉害。是的，刚刚我们说的我们的红茶黑罐，它就是什么？它就是紧致修护，所以你可以说就是比如说一个星期用一次它，但是你可以隔两到三天就用我们的凝实、因为这款就做修护，这款就做修护加紧致，回去就用起来，回去就用起来，一定要用。我说这个巨好用，这个也好用，两个都很好用，它就是王牌 CP 组合，而它里面都是 Fresh 家最有名的一个精华，叫做红茶酵母。对对对，红茶酵母，因为红茶酵母它是植物提取，它就会让你的皮肤，比如说帮你加速皮肤的代谢啊，让你的皮肤回复到那种很平衡的状态，因为肌肤平衡，你的健康度就回来了。哦，肌肤不平衡的话，比如说水油失衡，比如说你的菌群失衡，你的皮肤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哦，所以要用他们两个。哦，而且涂抹式面膜就是给你的肌肤吃满汉全席，贴片式面膜给你的肌肤吃快餐。所以美们，现在很多女生已经完全不仅限于用贴片式面膜，所以涂抹式面膜我跟你们说就是 Fresh。 是 的， 是的，涂抹式面膜就选 Fresh， 就选 Fresh， 只要有经济条件就买它，就买它，好不好？来，交给你的任务是，交给我。我先说一下价格啊，天猫店铺价660一套 CP 组合，我们会有礼盒发给大家。佳琪直播间，你知道 Fresh 我喊什么了吗？我喊爸爸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说 Fresh 品牌就是我的爸爸啊，也是再生父母。也是我的爸爸。因为他们每次给我们就是直播间的活动力度非常大哦。
美们听清楚哦，330一瓶哦，我们一套是660，佳琦直播间到手我们减170的优惠券，490就到手两瓶，但是再送里面的红茶修复面膜15ml 15ml， 这个是 30ml， 这个是 30ml， 再送 15ml， 再送330，就相当于是990的价格，我们只要470到手。哇塞，所有女生们 4.9 折活动力度哦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一瓶两瓶三瓶给大家哦，好不好？所有女生490就到手了，三瓶相当于正装量的三瓶涂抹式面膜。来来，哎，所有女生和男生准备，对，然后呢，3、2、1上链接，上链接咯，记得领170元优惠券。要不要我给你示范一下我上链接的音量？哥，我突然不困了，真的。我知道你来我这肯定不会困的，突然不会困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说，整个叫到就是你耳朵都可能今晚回去，明天导演说咔，你还是一直在演，一直在萦绕。三二一，上链接。是，好了，我们链接已经上上来了，在十号宝贝，大家真的可以去买买看，很好用，很好用。我们给让我们的同事帮大家上脸了，对，两款上脸的效果。哎我们同事帮大家已经涂上脸了，大家可以就是薄薄涂、厚厚涂都可以。我建议大家，刚刚就是龚俊推荐的黑罐，你们就是厚厚涂，然后我们这一款凝实就可以薄薄涂，薄薄涂，然后你敷个20分钟，然后把它清洗掉，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真的就是 Q 弹 Q 弹的，非常的好搭配，真的很好用，超好用，你们一定要去用用看。是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所有女生，我们上链接了，谢谢大家，领170的优惠券哦。哦，已经3000多了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领170元优惠券，还有最后的3000多份，我们这个面膜就差不多了啊！因为我们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一个 CP 王牌组合，你知道一般都不会他和他一起上，这是今天你来了，他们两个才会一起出现，真的，我不骗你。你知道我今天跟他们做直播，他们就是这个加一个他们家陈塘面膜，就是去角质的，或者这个加一个他们家那个玫瑰面膜。这两个基本上不会一起来的，王炸组合，王炸组合，真的就是618，今天龚俊来王炸组合给大家，嗯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大家可以自己拍，在十号宝贝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拍下，现在没有了，下架了，嗯，我们可以再加一点吗？已经6000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辛苦大家，那我们帮他再加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就是听说啊，就是你最近我也看到你很多的热搜啊，包括你很多的杂志，就是拍照很厉害，很会摆 pose， 而且我第一次见龚俊是。4月份啊，是，对吧？是是，我们哥，我们啊，也啊，四月见的话是4月份，但我们很早就互动了。是是是是，我去年给你打过歌。是是是是是是，对对对对，我记得我记得，就是我们今年是4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在北京拍一个广告的时候，是是是是，然后我先拍完，然后龚俊来了，然后我看他在旁边拍，就是你知道 pose， 我真的特别特别厉害，所以。就是很多人说，无论你是用什么，就是玻璃缸啊，都可以拍出很好看的照片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给大家看展示一下。所以你看，美们，就是用这种玻璃缸都可以拍出非常好看的照片。然后还有一个水杯就可以拍出这么好看的照片，有没有？好帅啊！耳机也可以拍出哇。是的，是的。哎，我也有同款的这件衣服。是吗？哦，我前两天就穿了这件衣服。有，我前两天穿了这件衣服，是他都困了。谁？佩奇吗？嗯、佩奇可能需要等一下让你唤醒他。所以，那你就教我们女生如何用就身边的道具来拍出好看的照片，好不好？教大家几个 pose。哎呦，太简单了，太简单。那我们第一个就拿产品吧。信手拈来啊，这是第一个比较容易的哦。第二，我会给你一个准备很难的东西哦。哎，这款五元修护滋养精粹，哎，很简单摆拍它的 pose。是，就拿着，但是哈，注意。这个 logo 一定要对向正前方，哎，要让大家看到我们的产品。哎，这样摆一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送给你。哦，厉害，果然是最强代言人哎，真的，就是你照顾的细节都好多。所以是不是平时拍广告的时候，导演会说正面正面，然后往下扣往下扣？你知道我拍广告的时候，很多就是导演会，就是我会喜欢这样的。它就会反光，他们就会一定要这样哦，是是是，它就不会反光，是是是，就我觉得产品都是还要往下倾斜一点，这种因为光有时候在上面，对，它会打到上面，反光就看不清楚。好啦，我觉得古源水让你拿出来摆 pose 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。对，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另外一个道具，因为你有一个称号叫做人间漏勺，然后我查了一下人间漏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，我就查了好多种版本哦。所以本人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人间漏勺的意思？漏勺就是指我做饭的时候会漏一下，会漏一颠勺。真的假的？你又骗我！不瞒你说，是，
就开始漏了，所以就是很容易说出一些，哎呀，就是也不是，哎，有的时候可能会漏一下嘛。我今天让你就疯狂漏，所以如何用这个摆出时尚的照片，我就不相信了。摆出时尚的照片，就是如果让他来拍照的话，你会怎么拍？颠勺，开玩笑了，这个应该怎么摆啊？嗯，就把脸挡住了。开玩笑，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摆这个。是，你觉得怎么摆会很好看？这个会不会露半张脸会不会好看一点？这样，比如说哈，嗯，这下面看不到，就镜头只有半张脸。哦，哎，我们老师很厉害哦，整个哦，对，这样就好看一些，就不能把它整个都就全部露出来。我们今天要卖这个吗？哦，不用不用，我请你来卖这个的时候，我可能不用上链接，全部都已经清空了。好了，美女们，你们学会了没有？就拍照的一些小 tips 啊，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一个东西不太好展示，我们就只用展示它的一点点或者一个小细节。是，那也不是说就是拍照一定要放轻松自然就好了，就自然。拍照就好，嗯，就不要硬凹拍照。对，嗯，所以你要看情况，嗯，要看情况，嗯。所以下次当我以后我要拍杂志的时候，我先提前问你该怎么样拍，就取经。可以。杂志要看摄影师要什么风格。哦，就是你还会去迎合摄影师的风格。对，要看那个主题是什么。要看主题是什么。比如刚才那个男友系列就要有代入感嘛。OK，嗯，所以男友系列代入感应该怎么样代入？镜头就是。你的对象哦，哟，来咯，你真的是说来就能来的，你真的是。看那个什么，那个戴耳机看着镜头那个，嗯，你看摄影师就稍微低了一点，这不就是女友视角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好有技巧啊，真的，拍照都是一门大学问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带龚俊非常喜欢的古源修复系列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所有女生们，古源修护来咯，这一款。我跟你们说真的巨好用，刚刚一上场龚俊就说了他最近最喜欢的 Fresh 就是古源修复，哎，古源修护系列首先它非常高级，嗯，哎，其次它是纯天然， Fresh 的所有产品都是纯天然的。是的，对对对，因为古源修护系列特别适合这个，比如说我们拍戏哈，嗯，皮肤每天上妆，它是特别能够舒缓我的皮肤，是，对，还可以养护我的皮肤，嗯，还可以把皮肤变得更细嫩，可以让皮肤变得更细嫩，就这一款。而且你知道我用下来的感觉哈，因为我现在看你的皮肤，你应该属于干皮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混合偏干。特别容易出油。真的吗？嗯。T 区来上来之前压了多少次？压了。但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油。但是我现在看你的肌肤应该就是混合性，偏干一点点，因为你不容易长痘痘，对不对？容易吗？不太容易，对，啊，但也会长，就是那比较偏干一点点，那你就是真的很适合这款水，而且你冬天的时候一定要加他们家的古源面霜一起用。哦，古源面霜老板送你没有？没有送，送来那就好了。我说没有送，我去仓库帮我拿一瓶过来。哎，这款水非常适合夏天用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非常适合脆弱和干燥的沙漠皮去用它。对，而且也适合什么？适合岁月肌肤去用，就是比如说你是偏熟龄肌肤，这一款水你一定要用一用。它里面是用到的翠竹水、薰衣草水以及玫瑰花水三重植物精华，来帮助你平衡你的肌肤油脂。而且它还用了自然界稳定的白芒花籽油以及洋甘菊花油，而不是洋甘菊花精华。它的提取浓度会更加的浓一点点，而且它就是一瓶水。但是它有精华的效果，就是你没有用它的是有感觉，它跟一般的水就是不一样，它不是那种稀稀搭搭的水，它是涂到脸上是有一种保湿感，但是又不油腻的一款水。对，就是我用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油腻，是一点都不油腻。你看它的流动性很好，但是它不油腻，你就轻轻一抹，它就会被你的皮肤所吸收，然后你再去摸你的皮肤，你会发现所有女生上面是软软嫩嫩的，就很舒服很舒服，哦，你也可以用用看。是 是的，就真的特别特别的舒服，特别适合我们现在夏天用，是特别适合夏天用，而且轻薄不黏腻，就拍进去的瞬间它就被吸收了。你看它吸收非常快，而且我们两个手上都没有任何的油光。对，我来可以近距离一下，也做了功课，也做了功课，它里面有白芒花籽油。果然湖南人跟四川人的普通话就是不那么标准。是对，它里面是有白芒花籽油，所以这一款就是古源系列里面的灵魂成分。像古源面霜，你们打开的时候，它的面霜上面会有一层油脂，那个就是白芒花籽油。
哦，你是成分党哥？我用起来觉得非常好用，很清新，适合夏天。是用完之后皮肤会变得细腻，我就会用它。对，但我没有特别关注里面的成分。你是代言人就好了啊，因为老板会经常送。我跟你说，送这个真的特别棒。是，我每次送他，就老板送给我的时候，把它放在我的那个就是最保险柜的那种小柜子里面。然后就是当我的皮肤真的很不稳定的时候，我会把它拿出来用，因为巨好用。是，而且下面一个更好用，就是贵。那个3000多那个面膜巨好用，等下给你们来介绍。好了，准备好了没有？我来说价格了。所有女生们，最新款古源精华水，如果你是古源系列的女生，你一定要去把这个水配一配。天猫店铺价是1120，佳琪直播间今天晚上1090，买古源精华水送妹妹们，真的很厉害哦。7毫升古源霜，27/28毫升古源霜，你知道28毫升古源霜多少钱了吗？1334，就这里的四小瓶就1334，就跟这个差不多，一个系列，对，就已经比这个还贵了。哦哟，美们真的给你们看一看哦，看我们有龚俊的就是图标为证啊，美们看，30ml 要卖1430，就是面霜。哦，我们今天送28ml，所以是1334每毫升的价格。哇，所以美们，我们今天买水送面霜，你们用用看。然后我们还会有什么？还会有龚俊的明信片一张。哦。对的，还会有明信片一张给到大家。来，所有女生，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1090到手，领30元的优惠券啊！领30元的优惠券，所有女生、男生们，3、2、1，上链接。我的上链接是所有男生女生们，3、2、1，上链接。哎呀，这样上去的，你刚就上链接。哎呦我天，下架了。来，我们再加一点哦，所有女生，我们再加一点给大家啊，我们的 fresh 的古源水，我们再加一点给大家，这款就是精华水了。你是不是眼睛有点不舒服？要不要一个眼药水？不用，没事，没关系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准备一个，不用，不用，等下他中途去滴一滴。对，辛苦啊！来，所有女生们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啊，领30元优惠券，买就送古源系列一整套。如果这一款你用完了，你觉得好用，你到时候在冬天的时候来买大瓶的面霜。哦，对，大对，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再尽量请一次龚俊来，然后给大家分享面霜。但它这个小瓶呢，很方便随身携带嘛。出差的时候，出差的时候特别方便随身携带，对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架了，来，我们再加一点货给大家，辛苦大家。好，我们再聊聊天吧，好不好？我让你再放松一会儿。最近就是有一部新剧马上就要来了，对不对？就是《沉睡花园》。哎，不是哥，我正在拍的是《沉睡花园》。哦，你正在拍的是《沉睡花园》。新剧要上有应该很快了，叫《你好，火焰蓝》，演的是消防员。消防员。哎，我有做过功课啊，那只是把那两个搞错。所以最近在拍《沉睡花园》，沉睡花园累不累？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累。而且我听说你在《沉睡花园》里面演的是心理，心理咨询师，心理咨询师。比如说哈，我里面会治疗非常多种症，现代人哈，工作上班都有压力，是来我这咨询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的。所以你要去学功课吗？啊，会做，尤其是词儿比较难背，词很难背，都是专业的词语哦，一个都不能错。所以你是背词很快的人，还是很难背下来的人？算是比较快。我是那种一背就忘，我可以很快背，但是我一背就忘。但是你背产品的。这个因为我说了好多年了，我基本上都是在脑袋里面有一个系统，对，就会熟悉，很厉害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你们更厉害，你们要，你知道我背拍广告的时候，他给我一段词，我说等我5分钟，背下来了，然后一背了之后，他说来再一遍，我说啊忘了，就是我背非常快，但是忘也很快。所以就是新剧，就是你有什么想要给大家种草的点吗？就是让大家到时候可以一起关注一下，一起看看的点。你好，火焰蓝是反映这个当下消防员是如何抢险救灾的，然后题材非常的燃，是当然里面也有甜甜蜜蜜的爱情戏份和120、119和120之间的甜蜜的小清新的爱情戏份，大家可以多多关注。哎，我能可以说平台吗？多多关注哪个平台？优酷，可以。优酷是阿里平台，吓我一跳。哦，你真的，你玩，原来你叫人间漏勺，你真的吓死我了。优酷是就是天猫的。哦，可以可以，多多关注优酷宠爱剧场。是，多多关注优酷哦，我们的新剧，好不好？多多支持龚俊，还有《沉睡花园》，我们在拍的，之后也要多多的关注，多多支持，谢谢，好不好？而且我之前在你的采访里面听说过，就是你会说，哎呦，把他吓到了，怎么回事？就是你会说。就是什么样的活动就会用什么样的面膜，所以今天你来我们的活动用了什么样的面膜？
今天当然用的是古源系列白松露面膜，但是我现在要反驳一点，嗯、我现在是。很多活动我都用这款，因为 fresh 就免费再赠了好多，送了你很多、嗯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款面膜真的又聊面膜了，怎么回事？买不起了，对不对？真的很贵，妹妹只是量力而行啊。我觉得今天来支持我们的直播就可以了，是的，一定要量力而行。如果有经济条件，对对对，你们就可以买。如果觉得它有点点的，就是这个价格有点 hold 不住，那没关系，等我们以后有能力了之后我们再买。是，就像我觉得我跟公俊两个人以前很像，是，就是你说你会把一些贵的面膜然后留在那儿，等重要的活动时候用。我以前也是，对，我以前在柜台上上班的时候我也是，就是如果有一个线下的活动，然后我就会用一张比较贵的面膜，然后如果平时没有什么活动，就用那种最便宜的面膜。是的，是的，嗯。没关系，是这个，反正量力而行，然后大家看得开心最重要。对对对，大家看得开心最重要啊！来，所有女生们、美们 ，fresh 白松露面膜，我怎么办？我跟你们介绍它，我都感觉我有点于心不忍，真的。但是贵妇姐姐们，冲起来！它真的好好用。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就是我就是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过敏。然后我你知道我叫口红一哥嘛，然后我就嘴巴这一周围就会一直就是去用化妆水去擦呀，去卸妆，就是我一天晚上可能要卸个二三十遍，然后每天都是这样，我已经好多好多年，然后我就这一块位置就很容易红，然后我一洗完脸了之后，我这块位置就红到像就是烫伤了一样的感觉。我的天哪！是，然后就特别是最近换季的时候，我就是脸很容易过敏，但这一款真的让我觉得太安心了。就他们家最高端的古源系列的涂抹式面膜，它就主打什么？主打修复加抗初老，而且这一款就是脆弱肌肤都可以使用。是，它用到的是意大利的很珍贵的白松露，它就是一个你知道真的很难提取，而且它本身就很贵。是，你们去米其林餐厅的时候，我们吃黑松露啊那些东西都很贵，非常贵，非常贵，一小片就有很多钱。它的生长环境要求很高，而且目前是没有办法人工栽培，所以生产量是很少的。是吗？对，所以这款里面有几十种活性精华，以及多重氨基酸以及维生素。这一款所有女生真的有经济条件女生试一试，就是你做完它就像什么，就像在特殊美容医院做完了一次1000块2000块钱的护理。对对对，因为它那个白松露成分非常的名贵。嗯，对，然后我会把它用作叫急救面膜，救急面膜，就哦，就我们要说救急，我们要反着说救急面膜。对，我又教了你一个小知识，就是我们广告法要说救急，不能说急救。啊，救急面膜，对对，你的那个剧是急救，这个是救急，是好吧？啊，救急，所有女生的皮肤。对，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你最了解的，就是 fresh 家的白黄花籽油，对的成分在里面，所以。古源系列精华水，古源系列的面霜，古源系列的任何产品里面都有白芒花籽油，这是最稳定的植物油之一，而且它就是维稳强韧，滋养修护，好不好？还有没药啊，以及姜花根提取物都是可以帮你细腻肌肤的，这个就是真的你重要场合前涂一涂它。是是是，救急面膜，对，好不好？日常不要用，就把它锁在柜子里面，重要场合拿出来涂一涂，敷一敷，第二天早上出去光彩照人。嗯，来，所有女生们，这一瓶3500，佳琪直播间3450啊，我们50块钱多少都是爱，然后买就送，我跟你说很厉害，来，我们一起数吧，好不好？你来数，你来数，你来一数，这么多呀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，这个也是吗？等一会儿，这是十个古源面霜，价值3337，这是十颗古源面霜，价值3337，再加两个同款白松露。一个同款白松露面膜15ml，再加红茶修护面膜15ml，再加红茶酵母精华水20毫升，再加我们龚俊的明星片一张。哇塞，好不好？买3450送3337的，就是白古源面霜，再送525的白松露面膜，再送165的修护面膜，再送128的精华液，再送明星片一张。所有女生们，这个真的货很少，就是 fresh 家的，就是这一款王炸产品真的货很少，但是真的有经济条件一定要去买它。来，3、2、1，上链接来咯，我们上链接咯，12号宝贝哦。诶，我又忘记了，是我又抢了你的台词。我如果等一下再抢你的台词，我就发万元红包。好，抢一次发一次，可以。好，我一定不会了，等一下我不说话了，反正不是我发，反正不是你发。来，我们的就所有女生古源面膜来喽，大家可以去抢，还有20瓶没了。哇，太厉害了你！我的天哪，妹妹，那个龚俊的妹妹们，你们
量力而行哈，是，好好，对对，我们两个都希望大家就是理性消费，快乐购物，对对对对对，快乐购物，对快乐购物，理性消费，你们真的太厉害了，看得开心，对，看得开心就好，看得开心就好，量力而行，量力而行，是，好吧，不要为了就龚俊，也不要为了佳琪直播间，是，好吗？量力而行，老板也会理解的，是的，老板更想要所有女生成为可以用得起。因为自己的努力可以用得起，对，是 fresh 的产品，还有很多也很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，是，也是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，对，好吗？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，fresh 大家可以自己去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购买，我们家老货还有200份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们先让龚俊稍微休息一会儿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邀请他来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辛苦你。马上等下见啊！辛苦！第二次来到佳琪哥的直播间，非常的开心。佳琪就是返场速度太快了。是。哎 ，Hello， 佳琪，感觉直播间这是你今天的第五个工作。对，刚刚第四个是第五个工作。是。好，我们又来了，我们又来了，又见面了。刚刚我们是就聊完了很多就护肤类的就小知识。对。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别的产品，好不好？那聊我们的就是护发之后之前，我们先来玩个互动，让你的美们更了解你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一个叫做五秒快问快答的抢答互动，就是旺旺等下会出题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要抢桌上的抢答器，抢到了才会有答题的权利。如果抢答器抢到之后能在五秒钟内作答完成，就表示赢一道题。先抢了再说呗，反正。那是要五秒钟作答，不作答就表示你已经就是输了哦。啊。然后如果等一下，输的人，就是就要做佩奇可爱的就是三脸包表情。如果就是我输了，我就发万元红包。刚刚美眉们他们都在领万元红包了。那我一定得赢。你一定得赢。好，我也一定要豁出去给观众朋友们争口气。来，等一下你输了，我也发万元红包。那也不是不行。我要为你的美眉们谋福利。好。对，好，来，旺旺准备出题啊，来。第一道题，睡前一定要做的三件事，开始。哇，你小心点哦，很痛的，疼死我了。没有，我们慢点，慢点，不要睡前一定要做的三件事情是：洗头、洗脸、洗澡。哦，洗头、洗脸、洗澡。洗澡其实也包括洗头、洗脸。好，来，下一个问题。哇，真的太厉害了，太快。统一起跑线啊！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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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啊，慢点。对，不要弄到手。第二道题。最爱做的三个健身运动，三五五秒钟，俯卧撑、仰卧起坐，然后立定跳远，立定跳远。你再说你以后去健身房给我做立定跳远，我要找别人监督你做立定跳远。也是会跳的，会练大腿的时候，是真的，真的。可能没有那么多，没有，就跳一个就差不多了。练大腿是会练的啊，就进健身房跟出健身房就跳出去跟进去。蛙跳就是我们小蛙跳，的蛙跳。完蛋了，我又要输了，怎么办？好，再来吧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我不服老的，我要手速快一点，来。好，下一道题。YYDS 可以翻译成哪三个意思？哪三个意思？你完蛋了！我可以啊 ，YYDS 永远的神，四永远单身，还有有音乐丢失。哈哈，你到时间了。YYDS， 我这么一个老人家怎么知道这些？音乐丢失，我们两个都是音乐丢失啊！呜呼，爱你呜呼。我持不同意见。那要不要证明自己？不不用。是不证明。来，我们下一个。下一个问题哦。好，算我一道了，要不然这个游戏没办法玩哈。算我一道，算我一道。来，然后说出三种口味的粽子，哎呦，猪肉粽，然后板栗猪肉粽，红豆沙粽。我天天卖粽子，我最近卖粽子卖到我就看到粽子我就说，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五方斋粽子很好吃的啊，不能这样骂品牌，不能这样说品牌，我也是打工人，剪掉，来，打平了，最后一道题了，准备好了哦，最后一道题，洗发前必备的三样东西，洗发前必备三样东西，洗发水、护发素、发膜，哎，好，你怎么是这样？洗发前我为什么要必备这三样东西？重点是。Sisley 的洗发水、发膜跟护发素，对吧？好，算你赢，那你就受一下惩罚嘛，好不容易来一次，是干嘛？就是我发万元红包，你再就是模仿一下我们佩奇，等你很久了，好吧？佩奇，他好可爱，佩奇，刚才我抱过他了，佩奇，他好怕你，感觉是不是？怕我？我是他主人，佩奇，他是谁？你还记得他吗？刚刚他是不是抱了你？嗨，来吧，交给你了。好不好？那就是，哇，
就是你可不可以做佩奇的三连包？这个太简单了，就是佩奇 wink， 来吧，交给我们的工具。我已经 wink 了啊，你 wink 了 ，wink 都还没来哦，哇、哦、哇、哦，吓一跳，好、啊，别把他吓到了，这是什么意思、啊？这是佩奇，就是暗中观察，生气，有一点点生气的感觉，佩奇生气了，气真的很厉害。好，最后一个。佩奇就是卖萌，我不想吐舌头，真的吗？好，我拒绝。OK， 你拒绝。卖萌，卖萌。哇、哦，可以可以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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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你知道，我们每次在这边直播，他就在旁边一直就是暴，就甜蜜暴击给我们。是他很安静，他很乖。我刚才在休息室，而且你不理他，都会跟你哼哼，让你去理他。哎，他要干嘛？他想要就到桌上来一起直播，可能他想要来买麦迪亚的，就是 Sisley， 对的，想要让我头发变成像我们一样柔顺，就要用 Sisley 哦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，那旺旺，对对，姐姐接一下，嗯，我佩奇我们上班了啊，给我们一点就是活动的时间，来，所有女生，接下来我们要跟龚君一起带来的是另外一个品牌 Sisley， 就是我不知道你对他的了解有多少哈。但是佳琪先说一说 Sisley 这个品牌，他们家就是2019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护发类的单品。如果你出差的时候，你的酒店应该有见过他们家的护发产品，有的很多的酒店都会摆他们家的护发产品跟洗发水。是因为这些产品，我跟你们说真的，在护肤跟护发领域，就 Sisley 他们家一直做的特别特别的专业，而且 Sisley 致力于用植物护发来做什么？来做头发的养护，给你的头发最好的一个修护。修护。其实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的脸皮跟头皮其实一层，就是连起来的皮肤，它不是分开的。所以我们很多女生可能会把重心放在脸部保养，但可能头发忽视了。是的，所以我们那个护肤和护发都一样重，护肤和护发都一样重要。是，哥你说一遍，护肤跟护发一样重要。对对对，刚刚上播的时候嘲笑我护肤说不好，所以美们，这个产品我跟你们说真的，你们一定一定一定要试试看。我觉得每个精致的女生一定要把自己头发也要照顾好。首先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他们家的护发精油，他们家很专业，他们家有专门用头皮的，以及有专门用头发的。是是是，等一下我们也会上头皮的给大家。有精华和精油。是，那你可不用李佳琦的方式来给你的女生们推荐这一款护发精油。好的，来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下。是，用完它之后，我的头发会变得非常有光泽。是，然后我的那个造型老师经常给我推荐它。是，然后它还有很多这个纯天然的成分。纯天然的成分可以帮助修护发丝角质层。对的，对，形成轻盈的薄膜。看我功课做的怎么样？很厉害，是不是？而且我现在看你头发，你头发也非常好呗，发质就很亮，而且很黑。是因为我今天用了Sisley的这一款，就是精华，头发精华。因为你知道吗？就是很多人他们都会说现在要做防晒，就你每天拍新的也会涂防晒，对不对？对对 对， 对。我跟你们说，你知道精致的他们就会干嘛？他们就会给头发涂防晒。就像这一款产品，就是你涂这款就给你头发做养护，因为我们每天要晒太阳。其实我们就是身体部位最多的晒太阳的地方就是头发，因为阳光紫外线会让我们头发的水分慢慢慢慢的就蒸发掉，而且会让你头发晒得很干。有的时候即便你不烫，你也不染头发，但是阳光紫外线也会损伤你的头发。那如果你是一个夏天喜欢烫染的女生，这一款可以增加你头发的颜色的亮度。是，这款精油是，而且它可以修复你头发以及滋养你的头发，让头发非常有光泽。而且给你们看一下这一瓶护发精油，你应该用过，用过。而且我听就是你同事说你特别喜欢这款精油，就是因为它的味道很好闻，非常的清新。是，它的味道非常好闻。看，一般的护发精油是金色的或者这种橘色的，但它的护发精油是种透明色。是，然后你只要每次挤一小泵，然后把它在手上捂热了之后，就抓在我们的头发的表面，以及如果你们是女生嘛，长头发，你就抓在什么？抓在我们头发的发尾的地方就可以了。所有女生们抓进去，你的头发第一个不油腻，但是你头发会立马变得非常非常的有光泽。看它吸收非常快，是它的吸收就很快很快，而且它不会那么的油腻，而且薄薄的。而且所有女生们，它是一个薄薄的，就是精华，是薄薄一层。而且刚刚说到了，就龚君很喜欢这个味道，因为它的味道里面添加到的是柠檬、桃花以及琥珀和柑橘调的木质香调。像木质香调是现在女生男生都比较喜欢的那种香味，因为可能很多女生以前就买过玫瑰花味的香水，比如说果香味的香水，但是木质调会让你的头发哦，就是在你走动的时候，然后那个风一吹过去，就有种这种自带香水的感觉，清新的感觉，很清新的感觉。而且如果头发容易出异味的女生们也可以用护发精油。是的是的是的，是。而且这一瓶哦真的很大瓶，
这么大一瓶，所有女生750，他们家真的巨专业，专业到无比的 Sisley 美们，天猫店铺价750一瓶，今天龚俊来，我们到手价680一瓶，买就送。这个等下你拿走，哇塞！对你等下带，因为你最近可能要经常去。对，是他们家洗发水太好用了，这个很方便带。他们家洗发水太好，他们家洗完了。是送的吗？送的，送的50毫升，送的50毫升，送的50毫升，一个洗发水，一个护发乳，一个护发膜，再加两瓶小的精油。这个小的精油你不要看它这么小一瓶，但它可以用很久，因为你每次就用2到3滴左右就可以全头用。我今天学习了，对，3滴就可以用了。3滴，嗯。我跟你们说，他们家洗发水，你们试试看，你们洗完了之后，你们绝对会在我们的直播间买。为什么？这瓶洗发水的神奇之处在于，它洗完了头，就感觉你用了发膜。哦。你今晚上回去等下试试看，你到底就用它来洗，然后洗完了之后，整个头发，你吹头发的时候，感觉你头发变成了婴儿的头发。是的，它这种软软的那种，哎、很舒服。对，它这款洗发水是一号的。是一号的洗发水，你很知道。是是。他们家分号码的，而且每一个号码它的根据的发质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对对对。所有女生，嗯，你说。一号也比较适合我，一二号都挺适合我的，二号可以蓬松头发，一号可以。光让柔有光泽，而且柔顺起来，柔顺起来，好不好？所有女生们，他们家洗发水50毫升但是很贵，因为我们的赠品总价值是583元，准备好了没有？5.1折给大家，来领70元优惠券，3、2、1 ，Sisley 护发精油来喽！他们家护发精油超好用的哦，你们一定要试试看，而且这一瓶真的可以用好久。你知道他们老板第一送给我是去年的时候送给我用，然后我用了真的1年多还没有用完，嗯，是真的很好用很久，因为你每次只要3滴，刚刚龚俊说了，每次只要3滴就好了，不用多量。来，我们再加货，好不好？我们再加货，只有3000瓶，我们今天晚上的精油只有3000瓶，对不起，我要发万元红包，两次，我又忘记了，我刚喊了3阿姨。没听到吗？我也没听到，听到我也不记得了。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我是好好好好，给来吧来吧，快去准备我们的口令吧，等下发给你们，真的，我完蛋，我今天工资全没了，我今天就是给你白打工的。直播间包青天正式在下，直播间包青天，谁跟你起的名字？直播间的包青天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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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了，没问题，等下给大家发两个我们的万元红包啊，然后我们的 Sisley 的护发精油已经加好了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拍。好不好？大家可以自己去拍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我发现你的头发，你们应该没有就是头发的困扰吧？就比如说，就是假发片啊什么的都不需要的。假发片前段时间头发比较短的时候，你这是不是做造型那时候接了一点？我们是没有假发片，可能就是那一块就是秃的。哥，我推荐你是用它的精华，为什么？非常好用，它可以生发。我今天听田老师说的这个，哦，就是你的那个，就发型老师说的是吧？不是我的发型老师，啊，就 Sisley 请的发型很专业的发型，啊，我发型顾问，我知道他，田老师。对，所有女生们，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，美们，因为头发每个人的，就是你像龚俊现在头发非常非常的多，就是你头发非常非常的浓，而且非常非常的多。嗯，但是有一些女生头发可能比较的稀疏，是，而且有的女生她们不会照顾头皮的护理。是，我纠正一下，是，不是生发，它是可以保养我们的头发，对，保养头发跟头皮啊，很严谨，很严谨啊，很严谨，非常严谨，非常严谨。对，所有女生们，就是因为它是用高科技的胜肽，对，一般胜肽这个成分是用在脸上来抗老的，是，但是我们的头皮也要做什么？也要做抗老，以及我们的头皮也要做养护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用到什么？用到 Sisley 的头皮精油。是，这一款的使用方法也跟我们一般的精华油不一样。我们精华油一般是用在哪里？是用在我们的头发的发尾的地方，跟发。就是头发干枯的地方，但这一瓶是你洗完头发之后直接用在你的头皮上。是的，对，就是你洗完头发了之后，你的头发吹到半干，大概90%、70%、80%干的时候，你就直接把它滴在我们的头皮上，用作什么？用作头皮精华去使用。它可以给你的头皮注入能量，而且它里面还有很多强韧的复合物。其实刚刚龚俊说那个点没有错，就是我们让你的头发少掉，让你的头皮环境更健康，就相当于生发了。是，保护一下，对吧？是的，当然少掉跟头皮健康就相当于就是生发了嘛，让你头发更多啊。对，尤其像我。
去年哈是在横店拍古装，就特别担心自己的头发。为什么？就一天天闷在里面。对，我去年就应该先知道 CC 里。你去年就应该先代言 CC 里的。对，那他们老板就是往横店疯狂送。哎，去年就应该就一瓶一瓶这样用的。对，所有女生们，真的像可能很多人夏天会戴帽子，就跟你拍古装剧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一戴帽戴一天，是戴帽子就闷在里面，然后头皮环就是很不透气。这个时候你回到家，你已经让你的头皮一整天都不透气，你回到家一定要头皮好好的放松一下。而且这一款啊，针对于很多头皮脆弱的女生来说也是很好的。比如说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困扰，因为我天天要做造型，应该你也是，是要天天喷发胶，然后还要用夹板，还用夹板吹风。我问你们说，有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些就是美发产品会让你的头皮会很刺痛，是就包括有时候烫染也是会觉得哇好刺，然后会看到头皮红红的一块一块的。我跟你们说，它也可以帮你来修护，对，好不好？这一款所有女生，我们教大家一下怎么用啊！来，请出我们的同事，我们教大家怎么用，有一点点的就是需要技巧，不用这样，不用这样，不用这样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还是蛮高的啊、哦，就是洗到半干左右，然后擦到半干左右，你就把我们的精华就滴在你的头皮的地方，就滴进去像涂脸一样，然后再用手指轻轻的这样按揉、按揉、按揉，涂抹开。这样涂抹开，这样涂抹开，它很好吸收，它非常非常的轻薄，就这样涂抹开之后，然后用吹风机把头发吹干就好了、它会有一种清清凉凉的感觉。是 是。而且当你就是整个一整天压力很大，然后头非常非常紧，然后很不舒服的时候，你洗完了头发之后，你再用它涂一涂，感觉很舒服，就还可以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。对，你也可以就是在里面给大家就是做按摩，然后包括你买那种头部按摩仪器，你也可以叠加在一起去使用，这样配合用就可以了，很简单。它会让你的头皮越来越健康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精油，比如说乳木果油以及棉花籽油，还有所有女生辣木籽油，再加上西番莲的一个精华油，它可以帮助你修复你的发丝角质层，以及它可以帮你非常轻盈的帮你保护好你的头皮。最重要的是里面有我添加了两个我很喜欢的成分，一个叫做马鞭草，一个叫做柠檬，这两个成分就会让你的头皮非常的舒缓，跟有点凉凉的感觉，放松的感觉。而且它也是龚俊喜欢的木质香调的那个味道，是的，就是跟那我们的精华一样，非常好闻，非常的清新好闻啊。今天我们的我一定不会再说三二一了，天猫店铺价这一瓶头皮精油1420，佳琪直播间1320，领100元优惠券，卖就送我们的所有女生正装强韧护发精华，我们送正装的洗发水一瓶，这瓶洗发水550块钱一瓶，随机有垂顺款，有柔顺款。哎，哪块是二？哦，这三号，这是二号，这是你用的，用对你用的是这一块二号，挺好用。他们家这一瓶是正装的洗发水，你们试试看，这两个一起去试试看。我跟你说，超好用，你会整个会被整个就 CC 里的护发被折服掉那种感觉。这个是目前为止我心目当中的，就所有品牌里面做护发，它是我心目当中的 top。很专业，很专业，而且很好用。来，交给你了，顶尖级别，我一定不会说那三个字。哈哈，好，来直播间的男生女生是，请注意，三二一，上练。我不会上得到，不上当。来，所有女生领100元优惠券哦，到手价1320，领100元优惠券，往下滑去领取优惠券。好不好？100元优惠券往下滑，详情页面会有100元的优惠券，大家一定要记得领取优惠券购买啊！辛苦大家。然后我们的就是精油，还有最后的300瓶啊，我们的精油13号宝贝的精油还有300瓶就没有货了，因为我们只有3000套下架了。来，我们再加一点货给大家，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真的你们太支持我们的直播了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对，辛苦大家，辛苦大家啊！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，也要记得多多关注优酷。我们会上的新剧以及我们现在在拍的沉睡花园，你好火焰蓝和沉睡花园， 是的，多多支持龚俊的新剧以及龚俊的新的作品，谢谢，好不好？无论是综艺音乐会有吗？最近以后会有准备吗？我刚录完火焰蓝的主题曲，也不是主题曲，就对对，会有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吧，多多支持我们龚俊的就是电视剧、电影、音乐、综艺等等等等，是他的所有作品。那今天很开心可以请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所以我们每一个嘉宾都会送出对男生和女生的祝福。今天可不可以就是让你用四川话来给他们说一句你对他们的祝福？哎，非常感谢来到直播间的男生女生们，谢谢大家关注我，也关注佳琪哥的直播间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Sisley， 谢谢谢谢，辛苦，还有多多关注我们的 Fresh， 好不好？对，还有 Fresh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咯，辛苦咯，
好了，那就是这个，对，你就带着了啊。对对对，哦，谢谢，这是什么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对对对，可以可以。又收到了礼物，对，就是因为他整个要等下又赶飞机，所以我就是马上得赶飞机了。然后他在那边拍戏，可能就有些产品没有什么用，我就把 Sisley 的所有东西都全部让他带走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辛苦你，谢谢，欢迎下次再来玩，拜拜，欢迎下次来玩，谢谢谢谢，辛苦辛苦辛苦，拜拜，早点休息，拜拜，嗯，好，谢谢大家。